新疆有一句老话，不到喀什就不算到新疆。Welcome to Kashgar. There is an old saying that says, if you did not arrive in Kashgar, you have never visited Xinjiang. 喀什欢迎你们。我从福州大学毕业后回了一趟喀什，跟父母亲说了我在福州谈了一个女朋友，她叫海迪亚，她来自坦桑尼亚，并且让他们看了照片。当时父母亲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，我一看他们脸上表情，心里就开始打鼓慌乱，不知道父母能不能同意，万一不让我回去怎么办，我见不着海迪亚怎么办。第二天我妈就说，儿子，我支持你去勇敢地找你心爱的人。我爸想了一段时间，有一天他突然给我1000元，对我说，儿子，我和你妈都支持你去找你的坦桑尼亚女孩吧。在福建等待海迪亚的那段时间，我一边工作一边等，你知道等待是漫长又幸福的，等待是因为有爱。I live here with him and feel the beauty of Kashgar. We came together and had a family, we had a child, and all these things are beautiful. Everything is about luck, luck, luck. 选择在喀什古城里开咖啡馆，首先我熟悉这里的环境，另外我看中了喀什越来越火的旅游市场。海蒂亚从小就喜欢喝咖啡，我从小喜欢喝茶，咖啡和中国茶被我们俩合在了一起，融在了一起，就像我们的家庭。现在除了制作一些传统的咖啡和茶，我们俩还在研发新的产品，来满足来喀什旅游的游客的需求。我去过海蒂亚生活的桑吉巴尔岛，那里很美，是东非沿岸最大的海岛，被誉为人类的伊甸园。中国商船1000多年前就达到过这个海岛。我娶了海蒂亚，就好像是千年的缘分，千年来相会。我喜欢这里，喀什个美丽的地方。My father came to China more than 50 years ago. 现在我家在这里，有一天也让我爸爸来这里看看。每天都在变化的中国。这么热，你来，你来，我给你做，真的好喝。如果昨天你来的话，穿这个真的。给你们拍照片，太好看了，花姐。Love, lov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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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